的语言不语言决定给你吗？对吧？是很严重，对，他认你今天跟不能是台湾的原规位对吧？今天嘛，你用这些位搞不？新式原规，我有。阿妈位搞不？我今天跟不能对。他有用的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因为他这个很方便，这地方刚好可以当圆心，然后他这个地方还在这里，他选择的时候就很麻烦。知道在讲什么？知道了。现在可以吃了。
羊角器，羊角器，你就用扮演再扮演吗？不可以。是啊，那这个呢？让他扮演巡回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一定要。借塔来给我。好，用那个也可以换，对。可以用币吗？是。用借塔来玩。硬币其实不太好画，一定要刻出。硬币盖得多哎。OK， 我只是想要让你们来 OK， 来 OK， 因为你们被我被你们感动到了，因为我上一节课晚下课，然后我都给你们讲下课了，还多数同学都还在画那个脸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场面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，所以不请常来。太感动了，很好。来，感觉是这样，来看这边，感觉是这样，这是本命，这是旋转中心。我用这一条的长度，我就想要让你们感觉一下，我用一个长度，随便一个长度，我都有办法画。随便一个长度，只要我的蜡笔就好了。只要我的，对，粉笔，蜡笔就类似粉笔，是它不见得好画，就是你利用，必须利用中间这个旋转中心必须要好走，对不对？关键在哪？你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呢？那他们为什么会画得好？是因为他们的旋转中心很好控制。就是刚刚，那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。哎，那一次借我一个动动的那一次。他们的方法是因为这个洞洞，这个洞洞要旋转非常的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洞洞，以这个洞洞当圆心，以这个洞洞当圆心，随便我从哪个洞洞压下去，画出来的一定很。对，因为这个地方很好转，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旋转很好转，所以难怪一二完毕，画出来的非常的还有三个，画出来的非常的圆，非常的圆。没有，因为就在说切了。都是蓝色。红色是雨林的，都是蓝色。因为就在生气。好 ，OK。再来。来，再来谈一下早上我们玩的那个，你们是没有关系。我去定位啊。啊？那一张等一下写名字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收过来一个。来 ，A、B 两点在这里 ，A、B 两点在这里。我这边有一根棒子。这边再放一根棒子。一人一根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机构形成三角形？好，我再讲一次哦，因为还有同学不懂。一次就要听懂，我没有帮你们讲懂，我就让你懂了，到懂为止，好吗？因为还有人不懂。请问一下，目前能不能形成三角形？如果他想要形成三角形，他应该要这两个应该越靠近越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个如果想靠近的话，他一定要这样。最靠近的时候就在上面的时候，这两个端点，我把这个端点叫做 P， 这个端点叫做 Q。P 跟 Q 最好是跑到线上的时候，他们是最靠近。了解大家说，那我不是要最靠近，我是希望他们刚好碰上就好。因为如果他们刚好碰上，就是一个三角形。我要的是那个三角形 ，OK 吗？请问现在他碰不到。那请问一下，我如果这两条边互动，这一条边要怎么动？就是这一条的长度要怎么修改，就碰不到。这一条要变长，要多长？临界点在哪？这一条要多长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不够长。目前这样是不够长。来，什么叫做不够长？要刚好碰到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刚好碰到，请问这一条是多长？要多长？这一条多长？要慢慢的。这一点朝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像我们。
句话说 A B 不够长 ，A B 要够长，什么叫够长？要到长，是不是要到长？对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一条要怎么讲？请使用符号。这一条长度叫做 C B， 这一条长度叫做 C B， 这一条长度叫做 A B， 这一条的长度叫做 A C。请问一下，那条蓝色要多长？A C D D 扣掉 A B 扣掉 A B C D A C 扣掉 C D 可以吗？我这个放下来还少这么一段，对，我 A C 这么长，你这个放下来还缺这么长，对，所以至少还要这么长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如果这一条这么长，是不是刚好碰到而已？刚好碰到的这个时候是三角形吗？是三角形吗？不是嘛？所以它是不是还要再长一点点，它才有机会悬空嘛？所以还要再长一点点，就是刚刚 B 跟这个 B， 不是 B 跟那个 E 啊，就是那个 AB 这一条的长度。这一条的长度，这一条的长度如果刚好是 AC 减 CD， 也就是这个情况。我把这一条蓝色拉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这是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刚刚好的时候形成的两三角形，不行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样？不要再想，对吗？可以吗？先把这个上去。你通过画图或者什么方式，请你把现在懂的东西写上去。为什么啊 ？AB 这条的长度一定要比 AC 跟 CD 那两段相减还要再大一点，刚刚好不行。我把这条拉长到这里不够，刚刚好不行，形成不了三角形。我这条一定要再长一点点，它才有机会悬空。还有办法出现三角形的空间。目前这个刚好，如果这条拉到这里，它只不过刚好形成一条线，一条线不是三角形，必须要能够拉高一点，拉高一点，这一条就要长一点，才有办法上去。所以为什么要大？有问题吗？来吧，我刚才讲的东西，不管你早上有没有写，再写一次。写满了贴贴纸，再贴贴纸，是要看两次，两次，好，习惯给老师讲，三、二、一，爸爸，这边可以写，哎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有点问题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愿意啊，再贴纸，再贴纸，好，我第二层，其实我们现在讨论是在第二层。不要擦，不要擦，你写的非常好。俊总的笔记是超棒的。我去看一下，就是我不要给他看。怕字丑死。我字才对看。好 ，OK。好了，好了。请把图形画出来。一样长的时候一定可以。
算给你跟 CD 一样。所以这个不管多少，这个如果要想让它回到要破除它，要这么长，所以至少要 A 线，至少要六十秒。好，刚刚讲的东西听不太懂，还有没有懂？哦，还有吗？啊，你不懂，你说刚刚不知道要怎么画。我刚刚讲的东西听懂了，怎么画？就是像这样子画 ，A V， 当 C D 放下来的时候，当 C D 放下来的时候，A C 拉长一点，为了让你容易，故意把 A C 拉长了。那所以你另外画图的时候，就是故意把 A C 画长一点。然后 C D 本来在这里 ，C D 下来 ，C D 下来。如果我希望让，如果我希望让 A B 碰到，如果我希望让 A B 碰到它，如果我希望让 A B 碰到它。AB AB 至少要被拉出去，那这么长是多少？这么长是多少 ？AC 或掉线，必须 AB 这条这样的长度不太够，必须要怎么样才够？这一个还要再长一点，比较好，就这样给子没有。这样子的时候不行，对不对？比它短就不行，可以吗？只要比这段红色的还要短，它就不可能碰上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说，它越长越好了，多长都没关系。它有重叠，所以让我可以旋风。
因为它有重叠，所以代表我还可以往上，才有机会变成这样子。没错。如果它不是有一个重叠的地方，我根本没有机会，根本没有机会上去的时候，我可以学的外面的空在一起。我现在的问题来了。这一条的长度，我可以让它很长，越长越好。这一个你看一下，这一个越长。这一个可以碰的，这个如果很长，可以碰得到。三角形吗？是刚好叠在。
在一起而已，跟刚刚一样叠在一起而已，是三角形吗？不是。换句话说，我的极限在这里，只要刚好这里或是超过，是不碰撞。所以我的极限是比它还要再短才可以，可以吗？所以我这一条的长，我这一条 AB 的长，我这一条 AB 的长，必须表比它们两个相减还要短，到了，比它们相减还要怎样？长，而且还要怎样？比谁还短？比这一段加这一段还要短，了解？好了吧，这些把想法给出来，不是只有时间多吗？不是，是刚刚试着去叙述，重点是想法，不是把黑板上的外写上去了。好好的想清楚，一次就想清楚，以后就不用再复习，我只要点一下。这一条是代表 AB， 这一条是 AC， 这一条是 CD，CD 的轨迹有这么多地方，我要来跟 AB，AB 随便你伸缩 ，AB 随便你伸缩，但是你伸缩之后。转过来之后要有机会跟我碰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有机会跟我碰，太短不行了。如果你太短，你下来跟我碰不上它，太短不行。你这样就是太短。如果你 AB 这个这么长，下来碰不到黄色的，最容易碰到它的长度就是至少要这么长。你的 AB 至少要这么长，至少要这么长。才有机会刚好碰到你，可是我刚好碰到你的时候，还是形成不了三角形。那这一段的长度刚好碰到的时候，这一条长度刚好碰到的时候，这一条长度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全部的长度凑掉这一条长度，就是当这一条，当这一条，然后我就刚好下来跟你碰到，所以这段的距离就是整个 AC 再扣掉这一条，所以你这个海板就不行。回去比这个还要长，所以为什么说大于 AC 减 CD， 必须比这个再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我下来就会碰到。如果我比较粗，下来也会碰到。我们这个长度比这一段还要长，所以我下来的时候就会碰到。下来的时候这里碰，这边有一个三角，这边有一个三角，然后这边再碰，下来。这个下到这边，这个下到这边有空，要比这一段还要再长，做不到。可是你又不能太长，因为如果你太长的话，就会产生像刚刚的那种效果。因为你从这个最远到这里，从这个方旋转的东西，你太长。如果你太长下来，根本完全观点，你观点在这里，根本你这个观点没有办法刚好碰到它，碰不到。所以你要刚好碰到，必须这么长，长度到这里才会刚好碰到。那刚好碰到不行啊，刚好碰到这样形成不了三角形，必须让它再短一点，再短一点，可以在这里。刚刚好是在这里，短一点就会是这里。这样子才有机会形成这样子的三角，看这样，这一个三角，看到吗？这样子太短，我要缩短一点变这样。你们看到我的手在缩吗？本来比较短，变长到这里，我要缩短一点才可以到这里，一点点变胖，我要缩短一点才可以到这里，我才有机会跟。这两条变形长度，起码这个可以好好的画起来，想办法画，画了出来，你要有办法像我这样的解释，真的，试着画画看，你可以利用第二底的那个图，或者是你另外画一个比较容易一点，一次把这个弄清楚。
次把这个弄清楚，还有哪里在的是为什么要这样才可以形成三角？这一条的长度，这一条的长度被另外两条边长给控制了。这一条长度不能太短，也不能太长，它必须比它们两个相减还长，才有办法形成三角，而且还要比它们两个相加还短。它必须被严格的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，而且又不能刚好相等哦，刚好相等刚好贴在一起。你要给它空间呢，你要给它空间，就不能太短，不能太长。四个画的话，写一下。你如果有办法画出来、写出来，就真的一次就好，以后不用再复习，一次就好。现在就把它弄懂。再试一下。你可以自己拿你手边的工具去试一试。你这节课把这个弄懂了，以后就轻松。我整个的关键，整个的关键是在这一个跟 CD 长这两条是没有改变的，这两条长度是固定的，我只有改变这一条长度。然后目标是，你怎么改随便你，但是我目标是你的长度为一个范围。才有办法跟这两边刚好碰成三角形，刚好碰，刚刚好碰，要刚刚好三个边都用上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要刚好碰。想办法，想办法去想，想办法去想，真的，想办法去想，一有做，想办法去想。越努力，你学的东西越多。努力去写，努力去画。镜子也很认真在观察。你有些同学是越来越认真，越来越认真，这很棒。就是他们会努力的想要去试看看，把它写出来。这个尝试的心态就是让我感动的，非常的棒。就是你要想办法把那个感觉画出来，就为什么它不能太短，为什么它不能太长？你也该给围起来，你也该给围起来，你怎样搞？要画到什么啊？你该给围的，该给扣了呢？为什么太短不行？为什么太长不行？这样？把那一种感觉，它为什么不能太长，为什么不能太短，那种感觉画出来，然后把它画出来。大胆一点，勇敢一点，然后努力的写，努力的画，多画一些，多写一些。甚至也可以自己拿两支笔啊，或两个东西啊去写。如果还是有不懂的，其实我会影响到。如果你还是有不太懂的，你可现在呢，我就把它弄清楚。没有那么多花时间。这个在讲什么？在讲三角形、三条边长的东西，不是随便三角形、三个，你不是随便给我三个边长，我就可以画一个三角形，没办法。你青菜三个边就可以，必须要有这个关系啊。随便给你两个边，第三条边是有限制的。随便先给你两条边，第三条边可不能随便。真的，真的。好，试着把你想法画出来，写出来，把它画出来，写出来。国风也认真起来了，赞！你们那个认真的样子是超棒的。认认真真的写。
啊，不过还是不太还是要问，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一次就把东西搞完，一次就搞完，慢慢的，这个学起来以后，你们三名就非常轻松。
还是讲好听话，结婚照。那也不是这样。大概两公马要讲好听话，像人像还公安拍条拍条。但是不是要你拍马屁啊？拍马屁就管了。OK， 来，那个都要适度了。来，那个陈美先好。如果想要把那个陈美先放大，我说几倍？三倍。来，我们不要把整个陈美先放大，我们只要放大几个地方就好。两颗眼睛跟鼻子的尖端，阿内请小姐三个脸，两颗眼睛瞳孔的正中心把我插上去。傻子也不在了，没有关系，不在那个眼睛中心点，眼睛中心点，啊这样就接鼻子吗？鼻子最尖尖的那个地方给它顶下去。可以拿美工刀刺吗？好，然后这三个点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三角形？看起来好像老虎。哎，老师你好厉害呀，老师。这三个点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三角形？把它画起来没有关系，画起来。要不要围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画起来。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老师，聊了也不下去。放大就代表这个三角形要怎么画才叫做三倍放大？三个边都放大。我自己画。两个边都放大。等一下啊，慢慢来。分两。